大家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呢是佛教宇宙观第九集。可能有些同学好奇，龙皮到底宇宙观的大纲是什么呢？其实谈论什么都是跟宇宙有关的，因为在宇宙里面要学宇宙观呢，其实它有大纲。不过龙屁是按照观众的问题来解答，所以就补充，一直补充所以有时候呢就不要好奇，为什么龙屁谈这个内容是跟宇宙有关吗？有首先要跟各位提醒呢，我们生而为人是为了修行证得涅槃，是为了修福积德累积波罗蜜所以在行动管制这段时间呢，各位待在家里呢要好好的打坐诵经等等，这样的话才值得我们生而为人来人间修波罗蜜的首先呢要先跟各位透露一下佛教宇宙观第九集呢，今天来了讲证已经设计好了，简单2020年全球静坐抗议纪念讲证仅以诚挚之意向冠状病毒 COVID-19 呢爆发以来，参与了2020年4月2号到4月22号国际保护日的静坐抗议活动的善知识颁发此奖证，以之纪念和鼓励愿此功德呢提升自我，发慈悲心，愿一切众生得快乐祈愿疫情早日消退消除就是简单单的讲证所以哪一位把静坐照片跟名字姓名呢已经发到龙蜜的信箱了，有 email 了就随喜功德，哪一位还没发就不要发了暂时又设计相当多了因为时间已经截止了，下一个活动再给各位讲证，看当作纪念留纪念就好了，随喜功德，洒脱洒脱。新同学有不要觉得我来太迟了还来得及，虽然没有讲证，我们还可以每天晚上呢跟全球大众一起静坐抗议的好吗先复习昨晚昨晚我们有谈到弥勒佛时代呢，人福报大的时候呢，环境跟现代的不一样，其中一项就是地面非常的平坦光滑那个时代的季节只有舒服的季节，没有春夏秋冬只有舒服的季节再来下雨呢是每十五天早上呢黎明时分呢下一次，而且呢都会平均的全世界同时下雨每一个区域。那个时代的小溪河水呢都是整年都有水长流或存满，岸边的区域都是一片白色的沙滩好美好美，水源都是清澈清凉凉爽纯净和甘甜，可以立即取之饮用，可以拿来喝不用过滤。每一条河流会自然的划分出两条河道，一边往上流一边往下流，不需要划船随着坐船的人只选择自己顺船自己顺流而行很神奇那个时代的果树在每个季节都会开花结果
一粒稻谷种子种到地里面，会生根发芽，长成禾苗，成长为一簇开满花、结满谷子的稻谷。不用为了加快开花结果而施肥或者喷洒农药，这是我们昨晚谈的嘛。今天本来要谈进一步的内容，不过有一位观众问的问题呢，龙皮认为相当重要，可能会跟很多观众呢有相关有帮助呢，就趁这个机会先解答。我听堕胎佛法开示之后呢，我对自己20年前呢堕胎的行为感到后悔，请问法师，我应该如何忏悔？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消除此业障？好，来听答案首先要了解呢，我们善恶、心存善跟心存恶的不同我们想坏事心存恶就如同我们手上有伤口，我们一直抓伤口，小小的刮伤呢就会变成大伤口，会流血的。同样道理呢，我们想坏事一想呢一想呢，以前造作的恶业就会涌现上来，恶业球，黑乌乌的恶业，恶的力量，阿古斯拉达玛，记得吗？就涌现上来。你再想，再多想它的话，它就再涌现上来，就增多了。所以恶业球就扩大，直径就越来越大。越重想呢，它就再扩大，再想它，它就更大。变得越来越大了，所以呢，坏事不要一直想，虽然是自己的过失自己知道了自己以前有错过，有过失，你常常回想它，不是好事的，不是好办法。相反的，你想功德，意念功德以前修的功德善事当心纯善以前所行所做的功德就涌现上来善的力量，记得吗？古斯拉达玛就涌现上来，在你心中涌现上来，然后扩大，再重复想，重复意念，功德球更大涌现上来，直径更大。再重复想功德，意念功德呢，回忆功德，功德球更扩大你在意念功德，功德球更扩大从这个原则各位大德，我们就不应该一直回想自己以前的过失知道自己做错就好了，但是 不要一直怪自己或者是一直后悔。你越后悔越想呢，就上面的图恶业增加，不是好办法。应该用下方的这个图呢换另外一件事来想，就是想功德比较好大家相信吗？自己以前造作的恶业前生前世多得很，多到你想象不到就是了。不过好消息，各位大德，各位所修的功德前世也很多，如同福海一样，不如我们意念功德所以消除业障的方法有五个步骤不管要消除哪一种业障各位要记得这是方法，是原则了是法圣师父教导的。第一个呢，
挺想坏事自己以前的过失造作人多少恶业，不要再想了，知道自己犯错就好，不要再想，不让恶业增多。第二个步骤呢，要停造恶业，不要再做恶业了，不要再造作恶业持守五戒好吗？第三个步骤呢，要常常回忆自己所修的功德，自己从小到大到今天所修的功德，让自己法喜充满。当你一念功德，功德就增多。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尽力行善积德，布施持戒静坐，每一天呢都要有功德，要修功德，不能停要修功德。再来尽心尽心尽力的发愿，发愿说呢，愿我以前造作的恶业无缘回报，无缘报应没有机会呢来报应我这些业障，然后愿我所修的功德呢先回报不要等业障先报应会接不完的，没完没了，所以呢要先让自己所修的功德先回报这样发愿，愿自己脱离业障，让功德回报先好，我们先跟全球大众打坐先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净、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
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地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中央点，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的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的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地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什么阿拉恒，什么阿拉恒，什么阿拉恒，什么是正是善的意思，阿拉恒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
萨玛阿拉含，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正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含，萨玛阿拉含，萨玛阿拉含，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中央点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地产生，默念萨玛阿拉含，萨玛阿拉含，萨玛阿拉含。Thank you.
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轻轻的意念，此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的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
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无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送、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了，现在请每一位慢慢地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ะละ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ญช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ญชเตเชน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สุชิตาจียาจิงโจคังอิตะกงเตสาธุสุยหุยตา这位观众的问题啊，以前堕胎过，怎么消业呢？首先第一步啊，要停想了，不要一直想，堕胎的事情啊，让自己一直后悔，不然的话，恶业会增加啊，危险危险。第二个步骤呢，也不要再堕胎了。假如年龄超过了呢？年龄还没超过就不要再堕胎。假如年龄已经超过了，就要劝别人不要再堕胎哦。劝别人，劝止别人不要堕胎。做相反的事啊。第三个步骤呢，回忆自己这一生所修的功德啊，要赶快回想功德啊。回忆功德，不让心停留在那种后悔的心态啊，要亮，心要亮，意念功德心会亮。第四步骤呢，要尽力行善呐，布施持戒，诵转法轮经哦，打坐记得哦，诵经打坐会有吸引力跟离心力啊，把清净的六界吸引进来，把不好的人事物，包括业障啊，就把它甩出去啊。第五个步骤呢，尽心发愿啊，愿堕胎的业障呢无缘报应，没有机会报应，愿自己今生所修的功德先回报。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男生到了阴间
地狱，去那边在阎罗王审判台前面呢，他的功德跟业障都有，恶业啊都有。阎罗王就问他呢，你要先消业呢，还是先享受功德升天呢？他就很爽朗的说，好像男子汉的态度啊，哦，先算账，先消业吧，再消完业障再升天。男子汉的那种心态，法圣师父说千千万万不要当男子汉先消业哦，不要不要，因为消不完的，各位的业障消不完，要赶快逃脱业障比较好啊，就是原则哦，就是堕胎的问题，就如新冠肺炎呢的问题呢，也来自杀生业嘛，要业障报应，你就受感染，所以停想坏事，这段时间不要想坏事，不要一直想，这些病毒啊，也不要想坏事。第二呢，停造恶业，不要再造做恶业，不要杀生，五戒要圆满，回想自己这一生所修的功德，让功德来保护自己呀。第四呢，这段时间多多诵经打坐吧，在家里或者是能做多少功德就先做，这段时间呢很重要，功德会保护各位的。第五就发愿，愿自己前世的杀生业呢无缘报应，没有机会报应，愿功德回报，不会患这种新冠病毒，健康长寿等等，就发愿嘛。刚才的五个步骤是来自佛陀的教戒啊，欧瓦塔巴迪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是诸佛教的。就是帕蒙坤天母尼祖师就讲说呢，功德啊是存在哪里呢？祖师就说功德啊是存在各位身体中央的第七点，中道里面。所以中道里面呢，有佛法，有功德，有波罗蜜，有法，很深奥啊，要修行。虽然佛法深奥啊，不过证得佛法的方法呢，简简单单。假如我们前世的恶业啊，上面是恶业，下面的功德啊，下面是功德。假如恶业呢，如同猎狗要来追咬你，佛陀比喻恶业是猎狗，你要跑嘛，要赶快跑嘛，可能来不及，因为狗跑得比人快，你要骑脚车，大力的骑才能逃脱猎狗。假如恶业呢是摩托车，各位要骑什么呢？要飙车了，要开车。假如恶业呢是捷运呢，是地铁呢，很快的，现在的地铁很快，比车还要快，你就要搭飞机了。各位大德懂这个道理吗？所以你的功德要比恶业多，才能逃得过恶业啊，就是原则啊，各位大德很重要。今晚谈到了功德啊，就非谈不可，有关这个观念呢，有人好奇啊，问龙屁说，龙屁，福德跟功德有什么差别啊？帕奥禅师啊有解答过啊，缅甸的帕奥禅师，有人问他说呢，福德和功德有的异同点是什么呢？怎样把福德转化为功德啊？听这句话啊，南传法师就会回想到
巴利文原文啊，福德跟功德有什么差别？帕奥禅师就讲说，在巴利里面呢，福德和功德的发音都是一样，都叫做布尼亚。放大一点呢，叫布尼亚。右上方这边呢，巴利文福德功德在巴利文没有差别的，一样的意思。布尼亚呢，英文它叫翻译查字典呢，就是 merit。功德福德功德一样布尼亚放大一点 merit 叫功德或者福德功德叫布尼亚功德呢谈到修功德一般人可能以为只有布施布施持戒静坐是功德不过大多数是想到钱去了其实功德有十个方法叫十善行修功德的方法尽心行善呢第四个步骤就要第一呢多多布施多多布施也是大功德第二呢多多持戒五戒出家就比丘戒沙弥戒如果在家居士呢八戒也好五戒也好都算持戒十善行的第三呢静坐也是大功德的祖师说心一静下来呀看到一闪光啊功德大过你建了一座大雄宝殿的功德啊就是静坐的功德功德大因为可以让你脱离轮回十三行的第四项呢就是恭敬跟谦虚我没想到恭敬长辈恭敬有道德的人你有功德的因为当你恭敬谦虚表示你看到对方的优点呢对方的优点就会传到你身上到你心里来所以要看对方的优点别看对方的过失第五呢做义工是大功德就是尤其是在佛教里面当义工或者是社会里呢当义工也是大功德都有功德行善第六呢你修了功德后你意念他回向功德给亡者冤亲债主等等都叫也算功德回向者也有功德第七呢随喜功德当我们一起打坐我们就常说随喜功德就是赞叹随喜各位所修的功德自己有一法喜就有功德了第八呢听闻佛法像每天晚上我们听法也是大功德听闻佛法大功德第九呢开示讲法也是有功德像龙屁 每晚开示呢也是有功德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份功德开示的功德啥都所以为什么要开这个节目有功德第十呢调整正见我们听闻佛法后就调整自己的正见也是大功德否则的话非常邪见极度的邪见就堕落永恒地狱跟涅槃相反的时间到了所以呢希望问龙屁问题的这位观众呢多台的问题懂得方法各位观众听了今晚的课也懂得方法怎样消除自己的所有的业障这是五个步骤这是方法所以今晚呢祝福各位一起诵准法轮经的大功德
打坐静坐抗议的大功德，闻法的大功德，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病毒，茶缘滚滚，修行进步，正入法身。晚安，明天见。真谛，指着虚言兮，涵盖宇宙的真理。莫学无根云彩，大心无所寄，苦迷空幻不实的皈依。修行靠自己，一如呼吸。全军要呼吸，世世代代永相传习。祖先在天心欢喜，佛教无家思顺习，世代相传的至宝至真气，香火绵延永不息。无上的佛教啊，无上的皈依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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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长久，比天地。